你说我收集的礼金，这么十多年，将近就是接近100万。以前没算过这种，觉得小姐小姐的没有仔细，从来没算过，自己一算吓了一跳，全部理出来接近100万了，这个情况自己也没想到这些事情，所以说，但是你这100万比起来，就是说现在工资也高，公务员的工资，你说我往后再活40年吧，然后每年10万块钱都是400万嘛，是不是？所以说国家给的很高了，为什么还有必要去收这些钱呢？现在后悔，真的很后悔，真的是得不偿失。赵耀的巨力法律意识是相当淡薄的，总怀揣着小贪不算贪的想法，对于别人送上门的他根本不拒绝，2万3万也收，2000、3000也拿，职位不高，但向他行贿的老板却多达30余人，总共收受贿赂120余次。千里之堤，溃于蚁穴。赵耀技法意识淡薄，在收点、拿点等问题上不以为然，疏于防范，甚至自我放纵，一步步突破底线，触碰高压线，直至全线失守。然而待到幡然悔悟之时，他才发现小毛病已引发大祸患，悔之晚矣。